噔噔。第四个。好。飞。嗯，那个是他的脚吗？他的脚，对啊。我的进了，我的进了，我的进了，我的进了。他们都过西塔，他们都过西塔，哎，他们都过西塔，他们都过西塔，哎。我这样吗？对啊。爸爸帮我煮这样。煮这样。这样。有，已经煮了，它煮了，在这里啊。看我的鸭子，太子，哼，我不喜欢你了。我把你鸭子，我把你看着。噔噔，我们做好了，这个是张琪三角龙，三角龙，还有这个异手龙，嗯，来穿，好，啊，我们这次要煮的是上面那个暴龙。那我要开始煮了，煮到这里。我们煮好了，耶，成功！你看，呼呼呼，恐龙。还有这个。嗯，煮好三个的呢，恐龙好。还有这个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要用下一个了。这个。呼。啊，加一个，下一个，打开。白色跟绿色，嗯，还有黄色，嗯。爸爸，你会煮哎？嗯。噔噔，我们要煮好这只了。爸爸，你煮好了，我没有。这个是剑龙。好，那我们这一只完喽，做好喽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好多个做好喽。那我们今天看几个蛋，还有五个扭蛋。对。嗯，那煮起来就是这样子喽。对。阿亮。阿亮是长这样子啊。妈咪。妈咪长这样子啊。爷爷。爷爷长这样。爸爸。爸爸。我长这样子吗？爸爸，你长绿色的。我是绿色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跟大家先说，跟拜拜。好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并分享。想要看到我更多的作品，别忘了订阅哦。另外，这里有我推荐给你的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